现在明诚派对已经是本次最后一场戏。是的，没错。现在呢，就是在现场实时为大家播报一些最新的情况。来，下面转给镜头转向他。没错，最后一句话呢是在我这，只要我一直说错，新闻就别想走。所以呢，我们马上要连拍最后的三场六八十。希望在一小时之内，导演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卷。不是，我们能给导演一个满意的答卷。没错。我们来那个做一打一个赌注，那就是谁先杀青，那必然是我啦。为什么是你呢，导演？因为来，我们根据这个戏的内容，根据戏的内容说。你看最后就画蓝色字呢都是他的话，而我就只有一句话在中间。他真的屁颠屁颠真的，我说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可以 no 你这里是没有画，但是你必须要跟。所以呢，来，大家觉得我先杀青的扣一啊，来，大家一扣起来。来，我们不能说啊，来来来，六六六就是他先杀青，来一。今天我必赢。一的人就是我先杀青。今天我必赢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今天我必赢，我不可能输。那我们的赌注呢，就交给弹幕里面的你了，朋友。我们期待幸运大奖花落谁家。下面抽取这位幸运的观众。好，而我们恭喜用户326374。好的，就是您了。那下面我们就送出小左同学的送出小左的自言自语。好，现在你接通我的麦克风啊！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本次直播的规则。